哦，这琪琪接下来是叔叔，叔叔老师啊，哎呀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我们等你好久哦。那么叔叔老师他们呢，要为我们带来《人生的车上》《红楼梦》所唱的歌曲《人吧》，李云熙也上场，怀中老师也上来了，啊，戴着墨镜，整个更年轻。好，由他编的，由刘文忠老师所编的舞，你是你强强音乐。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